잠깐 우리 기도하고 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주님께서우리를향하신듯이，啊，你创造了我们，并且用你的大爱眷顾着我们。你的爱就是生命的旨意，因着你的爱，我们被造。그이유는주님께서，啊，我们被造的理由是由于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作为你爱的对象。주님그러나，但是我们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寻找那些看似更重要，但是却是背道而驰的东西。我们舍弃了你的爱，舍弃了你的旨意，却去 追求我们的意志，按照我们的心怀意念去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开始了发生了扭曲，竞争越来越激烈，成与败，荣与辱，困扰着我们。很多的自由基在我们体内产生，基因发生了变异。主啊，现在我们求你恢复我们，为此你把我们召引到这个地方，引领到这个地方，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啊，追求你创造生命的真善美，用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得以重生，维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与你同在，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名求，对于我们来说呢，啊，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需要信心，但是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啊，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心呢，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信仰，而是虽然小，但是很至诚，很虔诚的信仰。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妇女，她患血漏症，就是不停的下血。在过去呢，即便是个再健康的女子，如果她在例假的时候被视为是不洁净的，那么总是这样流血的话，啊，她就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她的婚姻 也很是不幸，所以她很苦闷。她的疾病的原因呢，是她的女性荷尔蒙呢，啊，失调了。女性荷尔蒙失调，证明她，啊，受压力，心理负担过重。啊，你们心里有负担，受刺激的时候，月经会不调。那么，被罪责感，重重的压着。恐惧、愤怒、憎恨、压力，啊，他可能长时间受这样的压抑、抑郁，所以呢，他就患了血漏病，是吧？那么，这个患血漏症的女人呢，她听到了耶稣的消息，啊，耶稣可让麻风病人，啊，恢复正常。啊，所有的患者到耶稣那里就会得到医治。
他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因为耶稣啊，妙手回春，包治百病，所以很多人呢，总是围绕在耶稣的身边。所以说，耶稣一动呢，千呼百应。啊，很多看热闹的那些为了医病的人围绕着耶稣。有一天，那么来到了一个村子里，这个女人呢，啊，正好路过这个女的啊所住的村庄，所以村子里人前拥后后前推后挤，啊，拥着耶稣向前走。这个妇女呢就下了个决心。那么只要耶稣手到病除，所以呢他就想啊，想透过那个人群，那么想让耶稣按手于他啊，这是啊很难办到的事情啊，他也没那个勇气，所以呢他就我去摸一摸他的衣角啊，我相信我的病就会好啊。圣经 希望我们拥有的信心呢，就是这样的信心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接近靠拢一点耶稣基督啊，一点点的接触。那么接触是接触，是什么样的接触呢？是什么样的接触呢？接触有很多种类，是吧？这也是接触，是吧？还有什么样的接触呢？啊，这也是一种接触。这个妇女呢，啊，我只要能摸一下她的衣角衣襟，啊，我就可以被医好。这是有没有意义的接触呢？啊，非常有意义的接触。那么衣角头发手不是这个，这不重要，摸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意念，是吧？这种信心，啊，这个妇女呢，啊，因为这些前呼后拥的人群呢，她无法靠近耶稣啊。那么前呼后拥的人群呢，成了她走近靠近耶稣的障碍，那么更谈不上与耶稣搭话。所以呢，他尽量的靠近他，哪怕能碰一下他的衣襟，啊，他都心甘情愿。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愿意啊，做有意义的啊接触，只要有意义的接触就可以啊，就这个意思。啊，什么耶稣的衣角就可以医病，啊，这就是趋于迷信了，是吧？所以迷信呢，任何迷信总是归结于物质，什么摸衣角、手帕，啊，谁是谁喝过的一杯水，所以迷信呢总是归结于物质上去。有的教会甚至这样做。为了盈利呢，他们买了一大堆的绸缎，然后把这个绸缎连成这个讲堂这么大的这个绸子，然后牧师呢攥着这个绸子就祷告，然后把这个剪子绞成小块，一小块多少钱？10万韩币。1000块钱，只要你拿着这块绸缎，因为是牧师祷告过的绸缎，你的病就会好，你可以消灾免病啊。那么女人现在要摸的这个衣襟盒，这个信徒们花1800块拿到的这段绸缎是性质不同的，从根本上性质不同的。所以信仰啊，旨意啊，这信仰里面的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大家通过新起点生活呢，要用什么来搞？要用你们的心怀意念，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是吧？
那么我呢经常坐飞机旅行，那么到达机场以后呢从美国到达银川机场，比如说那么办完了入境手续，然后提行李，有一个扶梯，还有个阶梯。那么我数了这个阶梯呢，一共是16个阶梯。其实呢，用运动量来考虑的话，那么步行下16个阶梯和坐扶梯，站着坐扶梯下来，那么他们两个的运动量的差异呢不会太大，是吧？热量的消耗量也没什么，站着下来走着下来没什么两样。但是我呢不坐扶梯，为什么？我走着下来。那么走着下来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运动，是吧？为什么呢？我要给自己一个信息我是这样，热心做运动，我把重要运动视为非常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物那么很多人呢有点认不出来我了，因为变得年轻了，是吧？有的人说这个人 是过去那个李香九吗？是不是同名艺人呢？所以 我比过去啊自由的多了，轻省的多了。所以呢好了，我是一个过新起点生活的人作为这种心怀意念，我宁愿爬楼梯不是因为什么这个是了不起的什么运动我来做它这个旨意是不同的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已经决心过新起点的生活，这就是在上帝面前出一个见证，作为一道信息，是吧？所以呢你们过新起点生活的时候这种意念很重要，我们称之为非常措施。当死亡的意念占领了你们心田，那么唱首歌做个祷告那么问题不会从根本上去解到。那么这首歌这个祷告并不是让你们能够从根本上解脱出来，但是呢那么这是代表了你们的愿力，你们的愿望，是吧？我是多么的想从这个死亡的阴罗下面想要解脱出来，把你们的意念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这个妇女呢，那么坐在这个房间里能见一面就好了，见一面耶稣就好了。如果耶稣能过来，希望他能来按一下手就好了。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他是全知全能的，他应该知道我需要什么，是吧？那么这也是个念头，但是呢这种念头呢却不会医治他的生命。那么他到底是否急切的真切的想要得到康复的这种念想呢不会很分明，所以死亡的念头就会说这个妇女呢好像不是那么太想从疾病当中得到康复，所以向上帝表态，表明你们的意志坚决坚定很重要。好了，做一个明确的抉择不是用你们的念想来思想，不但要思想还要行动出来，这叫非常措施所以呢我不希望这个死亡的念头占据我不能这样消沉。你光这么想没有用，哪怕一次你们要祷告唱歌
不行的话啊，然后边唱 边跳啊，这样的。从这里呢，那么从上帝的角度说啊，你选择了什么？你选择了我啊，这表明你们的意志，表明你们的选择，所以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让大家鼓掌，意义就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我通过新起点，我选择了新起点，那么我要通过我选择的新起点生活呢，我要接受上帝赋予我的生气、啊、我要体验它、啊、表明了你这种愿力和、啊、意念，是吧？这不是什么幼稚的东西。所以呢，所以呢，我们这个李先生夫妻，我让他们亲吻、李先生呢的确已经、用他的行为来、表现出他已经选择了新起点生活，是吧？那么李太太也应该表现出来，再来一遍。啊，这回行了，这回行了。哦，这才对劲。啊，师母有点受不住了，是吧？我激动的要流泪了。啊，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被亲热过了。啊，这不是什么幼稚的 啊！大家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行为。所以，我活到今天呢、我经常做运动，我为什么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你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变化。你没有变化，而且我运动怎么怎么样啊？吃饭怎么怎么样？啊，这种新起点呢、啊？不是真正的新起点，不会维持多久、你们的心意要转变、你们的心意要有个新的出发，有新的起点，这才是真正的新起点生活，明白了吗？你们打算怎么办？很自觉，很自觉。我的张先生。我们张先生啊。예아강선생님아아김선생님아진先生啊。아처음날저녁부터고민이더라고요아从第一天晚上就。박수를안치는거라박수他不鼓掌，怎么让他鼓掌？他也不鼓掌。안쳐요。嗯哼。근데오늘저녁에뽀뽀하시는거보니까진짜희망이네요。哦，今天看了这，能够这样亲热啊、看来有希望，有希望。예예예응한번해보실래 재밌죠有意思吗看是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行为，但是却让我们感到啊很幸福，所以这个信息，这个旨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起点呢，就是要转换你们的心意啊，做一个改头换面的新人。所以呢，这个妇女呢，做了一个
果断的选择。好，至少我要摸他，摸一下他的衣襟啊。至少我要摸一下他的衣襟。从上帝的角度看，这个妇女的信仰信心呢是多么的宝贵。其实呢，让这个妇女有这样的念头，有这样的决心，做这样的选择的存在是谁呢？就是上帝，是吧？啊，去摸一下他的衣襟。所以上帝在等待着我们能做出一个果断的选择，那么上帝就可以把死亡的阴影赶出去，然后把我们带领到生命的殿堂里。这个妇女呢还没想到这个地步，但是呢结果呢就把她领到了这个旨意当中。还有一个人，约翰福音五章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搅动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从什么病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有病了38年的人。那么一个人怎么能病38年呢？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可思议啊，38年也没有医治，却没有死啊。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这个问话呀是十分有意义的。你想痊愈吗？你为了让你的疾病痊愈，你想做这个选择吗？所以耶稣在等待着他的选择，因为上帝是赋予我们每个人选择的自由的，所以他等待着我们做果断的选择他在等待着我们向他展现我们的这个决心，选择他的决心。所以当上帝呢知道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果断的选择的时候，这瞬间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把这个抉择呢付诸行为的瞬间，是吧？所以呢，那么我相信上帝会用他的生命的气息让我痊愈，你们就要用行动表现出来，是吧？过去我曾经有过很多痛苦的时间。当我刚开始做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的时候呢不知有多少痛苦的时间痛苦的无法忍受。那么真的就是不知怎么说好，所以又不能吃镇静剂，又不能用毒品，也不能喝酒，只能去求上帝给我内心的平安。我知道只有这条路，但是呢所以我就等着上帝，我希望上帝能给我一个内心的平安，但是我不付诸行动。那么
上帝是不会给我们的，是吧？即便给了，我们也接受不了。所以有一天呢，我就翻开赞美诗，然后把所有我会唱的赞美诗从头至尾都唱一遍。有的人呢翻开圣经，拿着圣经到树林里，然后翻开诗篇，然后大声的朗读，然后呢，하나님당신뭐하는거요？我上帝，你在干什么呢？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然后呢？就是上帝啊，对不起，我向你发火了。啊，你不会介意吧？介意不介意呢？当然不介意，是吧？当然不介意。啊，这家伙，你说，嗯？多么难受，所以他像我这样、发脾气呢？上帝是理解的，在这种关系当中，所以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怀意念明确的表现出来，用行为表现出来。你们唱了几首赞美诗，读完诗篇下山，啊，内心当中就充满了喜悦，啊 ，endorphin 分泌出来。所以说，相信上帝会为我承担一切啊，信念倍增，信心倍增。然后再过一天，再过第二天，所以我所受的那个苦啊，那么其实我是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健康的人，是吧？但是正是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每一天每一天正因为吃苦，所以我把所有的苦难都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至今能够保持这份健康，是吧？即便在那么多的苦难当中，吃了那么多苦，是吧？还能这样健康。所以呢，所以说信上帝真是值得的。所以说，上帝问：“你要痊愈吗？”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开始呢，我们有完全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的时候，那么全知全能的上帝还要问吗？还要问你想痊愈吗？那么不看都一清二楚，应该是吧？因为你是全知全能的嘛。这不是上帝因为不清楚要问，而是那么在比斯大池边有不可数的那些患者们都想被医治，是吧？都想得到医治，但是何必就要问这个患38年疾病的人呢？为什么？别的人呢都在等着什么？都在等着这个池水摇动，然后想第一个跳进那个池子里，好像等待一声令下的百米运动员一样。我说朋友、亲戚、朋友，把能动员的人力全都动员出来，然后站好位置。只要一声令下，就像第一个冲进池子里。花了38年以后呢，半年疾病呢，那么已经都没人理会他了。比如说30岁患病的话，他已经68岁了哈，所剩无几了，亲人朋友有也可能已经都泄气了，没有人帮助他，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但是这个耶稣呢，这个人呢，却在这里等待。这个人虽然他想跳入那个水中池子中，但是得到医治，但是他和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看到这个38年的患者会说什么？就嘲笑他，你连跳都跳不进去，你干嘛要来这里呢？干嘛要来？这话对不对呢？用他自身的力量，他无法跳进池子里，但是为什么还要来这呢？那么这个人呢，明知道
明知道他虽然相信他第一个跳入池子里跳进池子里会、医好疾病，但是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盼望，就是什么，即便没有人帮助他，没有帮助他的，但是 他相信自己能，他相信能跳进这个水里。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奇想呢？好像、根本、不可成立的想法。那么他相信上帝会帮助他，是吧？只有这个人在等待着上帝的帮助、只有他等待上帝的帮助。别的患者呢，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这个水洞，然后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别人的力量，靠着人的力量，他没有、没有像这个、摊子一样信靠上帝的力量、所以说这个患者、耶稣一下子就看出了他内心当中的这个信心，从上帝的角度来说、这个人是、真是可贵，是吧？那么多的人想得病想医病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力量，靠物质的力量，但只有这个人呢，只有这个人呢、就像那个妇女一样、只要我的手能沾一下他的衣襟、只要上帝来我就能被医好，这样的念头是上帝眼里最难能可贵的。你们迄今为止可能没那么想过、是灵芝呢，熊胆呢、是什么这个汤啊那个丸啊、你们就像是 三星医院呢，还是汉城大学医院呢，还是癌症中心呢？你们只是这么想的，懂吗、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会医治你们的疾病，你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是吧？但是上帝呢，所以这个韩国有多少像大家这样的、深陷痛苦当中的患者，但上帝为什么会选择你们让大家来到这里呢？为什么？这就是你们、就是耶稣来到这个摊子身边的理由，和把大家引领到这儿的旨意是完全相同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不论你去 你信不信上帝，不论你去没 去不去教会，只要但是你们心里有个什么，有个这个信心的种子，就是信靠上帝的可能性、有一种盼望，就是说只有信靠上帝我才能得医治的这种内心的准备、哪怕这个准备像芥菜种一样微小，但是呢会让它发芽，会让它结果，所以上帝把你们带到这里。这样想的话，大家不是蒙福了吗？有福气的人了，是吧？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们、你想痊愈吗？这不是因为不是明知故问，而是什么？原来你心里有对我的盼望。所以说当然你是要痊愈的，是吧？不是因为上帝没有信心，而是要让我们更有信心，所以上帝才会问这句话。这就是上帝喜悦的表现，是吧？看到我们，看到这样愿意信靠我们的人，所以、上帝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感谢神，是吧？还有人信靠我，你想痊愈吗？让我们信心倍增。你看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如果按正常的回答应该怎么？是的，我想痊愈，这才是所问所答，是吧？但是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却怎么回答？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我正去的时候，只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啊，是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呢，就有别人比我先怎么样，先跳进池子里。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明知道用自己的力量无法成就，但是呢，只要水动，他就往哪里走。啊，站起来，向那个池子里迈动。啊，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是怎么样？还是艰难的迈步。这就是什么？表明他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义无反顾的选择，而且用他的行动表现了出来。所以呢，大家通过新起点生活最终能够笑着最后的秘诀啊，就是大家要发动你们的非常措施，要毅然决然的做选择，战胜什么？战胜死亡的念头，还战胜什么？战胜那些抹不开的念头，是吧？要放得开，还抹不开吗？要放得开。啊，你们记得那个内裤也会烧的啊。你们的内裤也会着的啊。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自己都抹不开了。也不知是谁呢，把我的这个，把我这个拉环拉上去了。没有祷告的人肯定就看到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情有可原嘛，是吧？所以你们就因为自己点小事这样抹不开，脸红，要脸皮厚一点啊，铁面无私啊。所以耶稣说，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说没必要跳入水里了，是吧？不要吃那些丸啊汤了，是吧？那些不要信靠那些物质了。所以，别的人跳进水里都好了，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信念，是吧？复发不复发？肯定要复发。为什么？他们没有找到生命的终极力量，他没有遇到耶稣。病好了，然后呢，然后去干一杯，祝贺祝贺，病暂时消失了，但是他们再一次被死亡的力量欺骗，病好了，但是他们内心毫无转机，所以圣经里头隐藏着这样深奥的真理。所以大家看，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근데이여자가예수님의옷자락을만지려고오기직전에那么这个女人在회당장중하나인在摸耶稣的衣角前，有一个당회장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啊，就是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就是现在的堂会长。
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啊，程序有点复杂是吧？先来，然后什么？按手在我女儿的身上，然后让她痊愈，得以活。这个妇女呢、啊、我要摸一下她的衣襟、啊、这个人复杂不复杂、啊、这个管会堂的人很复杂、啊、然后来然后按手然后祷告、啊、程序很复杂你们说谁的信心更大谁更单纯当然是那个妇女是吧所以这个堂会长呢、心急如焚是吧、啊、十万火急因为女儿生命奄奄一息所以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谁拥挤他啊、那些看热闹的那些等他医治的人、啊、所以靠近耶稣啊是十分不易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啊、所以呢那么就是靠近这样单纯的真理、啊、根本的真理生命的真理的时候啊就是这样阻力重重那些人为的阻力那些偏见那些成见、啊、阻碍了我们通向走向最单纯的生命原理的道路、啊啊啊、只有生命的气息能医治我只有你的道里边的 你的创造力只有它、啊、我才认为它是能够医治我生命的力量所以到达这么一个单纯的念头的路、嗯、道路却是困难重重啊，这个汤啊，那个丸啊，啊，啊，什么火罐啊，还有尿啊，啊，这些群魔乱舞、啊，让我们阻碍一个人走向真理的路径，啊，让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布满荆棘。啊、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和大家的处境有点相同是吧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女的比如说在很多医生手里吃了很多苦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嗯、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啊、和你们没什么两样是吧就是对你们的写照有什么不同一模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疾病呢靠人的疾病靠人的手是无法得到医治的是吧、啊除了上帝的手除了生命的气息以外没人能医治人的病人是无法医治人的病、啊、这就是人医治人的结果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啊、他不敢从前面来只能从后边来一步一步的靠近所以他用他那仅剩的一点微薄的体力然后这样挤啊挤啊向前挤我想他是拼尽了实力的哈、啊、这女的 干嘛了、啊、所以他拨开了这些阻力是吧、嗯、啊你们得这样啊你们要效法这个妇女啊太老实了不行啊要有勇气铁面无私啊、
说你这女人干什么呢？啊，看我边儿去！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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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驾借光，借光。但是我必须得去靠近她，必须我得靠近她。啊，得这样走，啊，这样，啊，咬牙向前走。对不起，但我还得走，还得靠近她，是吧？靠近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对不起，得走，明白吗？所以他呢，靠近，一步一步靠近，真是拼尽了吃奶的力量，是吧？然后终于摸到了他的衣襟。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因为耶稣把这个念头给了这个妇人，所以呢，耶稣呢？所以耶稣故意的吗？走过这个妇女的村庄，是吧？这都是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耶稣正在用心祷告，说我的女儿啊，你靠近我，靠近，你不要放弃。啊，赶紧用伸出你的手摸我的衣裳。那么仆人们知不知道啊？他的门徒们知不知道呢？不知道。摸医生的衣裳，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有个暖流，在子宫这边好像有一股电流，开始发暖，一股暖流，不是用身心，而是用身体感受到了，是吧？遗传基因在这一瞬间被激活，然后恢复了，他感受到了，因为他感到了生命的气息，感到了生命的能量，感到了这个能力。耶稣顿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转过头说：“谁摸我的衣裳？谁摸我的衣裳？”谁摸我的衣裳？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刚才对这个毕斯大旁边38年的病人说的一句话：“啊，你想治愈吗？”对，说谁摸我的衣裳？同样的意思，是吧？都是因为耶稣感到欣慰所说的话，终于和这些可怜的病人之间产生了接触，是吧？和这个妇人产生了接触。那么门徒们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啊？那么碰一下衣服不是当然的吗？”那么前呼后拥啊，那么手推，那么摸一下衣襟，那是当然的事情，是吧？也不是碰在他的身体上，而是碰到他的衣襟。那么这个妇女的心和耶稣的心碰撞在一起了，是吧？他们的心与心相通了。那不是手指头摸到了衣襟上，而是心与心交通了，是吧？我希望在大家的今后的生活当中，大家每个人都体会到这种与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心与心相通的经历，是吧？对了，当你们有这种反响的时候，你们的心灵就成了你们愿意与上帝沟通的心，这样两颗心就碰撞，然后就会发生生命的火花。所以耶稣说，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证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
将事情全告诉他，好像他以为做了什么 错事是吧？啊，他说我十二年患血瘤症啊，不知所措，所以我摸了你一下，斗胆摸了一下。啊，我相信我摸了一下就会好。啊，耶稣说你好了吗？哎，我好了。啊，不去医院诊断也知道，知道你们最清楚是吧？我们的身体最清楚。啊，你们不做检查不知道是吧？耶稣，这个女人不去医院也知道是吧？感受到这股暖流，人体是很精密的，很灵敏的，她是知道的是吧？除非你不愿意知道。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在这发生这一切生命奇迹的这档啊，心急如焚的人是谁呀？就是这个管教堂的是吧？啊，受不了了啊！女儿现在啊，是说争分夺秒，每一分钟都是关乎性命的啊，分分秒秒是吧？啊，就是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发生的事情，扣人心弦。那么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堂会长啊心急如焚呢？他知道，因为堂会长的信心呢啊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信心，所以就安排这个妇人来让他相信，说他死之前一定得赶到。他还是少信了耶稣的能力是吧？所以让这个没有信心的堂会长啊，说你要按手让我来，让我按手，和那个百夫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吧？如果我是李香九是耶稣的话，我会对那个堂管教堂说，你干嘛叫我来呢？我一句话你的女儿病就能好，你这个没有信心的家伙。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对这个信心很少的堂会长，为了让他有更大的信心，所以在这个一路上上演了这出生命重新恢复健康的奇迹是吧？从耶稣的衣襟里头，他去什么呀？他去等着耶稣去，然后给他女儿按手是吧？耶稣还是从耶稣的后面偷偷摸摸的来摸了一下他的衣襟是吧？但耶稣已经知道，知道是谁摸了他的衣襟，但是他呢，他的信心呢却不是这种信心，而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信心所以他还得非得把耶稣亲自叫到他的家里，还得亲自按手祷告才能好。所以不是你有信不信，就看你的信心是否纯单纯是吧？像婴孩一样，像孩子一般那样的天真单纯。所以堂会长必须得摆谱啊，有架子啊，什么都得按部就班。好了，终于呢，아직이말씀을하실때해당장의집에서사람들이와서가서당신의딸이뭐요죽었나이다이제막선생님오실필요가뭐요없다이렇게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说：“死了，你来也没有用了。”那耶稣怎么说？耶稣听见他们说话，就对管事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呢，耶稣呢，为什么拖延他的脚步，就等着他的女儿咽气，是吧？为什么？因为这个管会堂的人呢，是一个老师，是教导别人的人，但是信心却不如一个妇人，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在他女儿被医治之前，这个父亲首先要有信心，恢复他的信心。那么当一个咽气的女儿重新获得生命的话，她的信心会更大是吧？所以耶稣呢，不是斥责我们没有信心，而是让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有更大的信心的耶稣。
그래서所以耶稣呢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嚎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被说，为什么还乱哭乱嚷，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孩跟随的人进入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大力大闺女，翻译了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走。这个时候耶稣在这个少女的身体里重新吹进了生命的气息，他们就大大气息，闺女已经12岁了。所以呢，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么在上帝的眼里，你们的信心还很软弱。为了让你们有更大的信心呢，说不定等着你们束手无策的那一瞬间啊，因为你们不碰南墙不回头。就是耶稣说，那个医院说，我们这回无可救药了。这个时候上帝才会介入啊，说不定让你们绝处逢生啊。这就是这样的信息，是吧？那么自打这个事件以后呢，那么这个唐会长会不会真的有信心的呢，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了呢？那肯定是不假的，肯定是一个信心充满的人。所以呢，圣经是非常美妙的，让我们这些少信的人成为有信心的人。为此耶稣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大家呢要真的去追求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话语啊，让大家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的话语。所以你们做家务也会充满生气，赚钱也会有意义啊，带孩子养孙子也会有乐趣，所以生活变得有意义有乐趣。但是要成为什么，在你们生活当中成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与上帝能够心与心沟通。你们要追求这个事，这个沟通让你成为你们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心与心沟通时引起的这个火花呢会燃起你们的生命的火光你们要对这个星星之火像闪电一样的火光呢要感兴趣通过这个火光呢，你们的生命的果子才会成熟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给大家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做果断的选择。既然做了选择就要用你们的行动，哪怕是一个很微弱的行动，要明确的表现出来。不要害怕你们没有信心，只要你们的信心像芥菜浆一样，上帝会让你们的信心倍增。然后要恳切的盼望要与上帝接触，心与心相通。要抛弃那些教条主义走形式走过场的自欺欺人的教条主义非得什么陈祷不交1/10就上帝不给你祝福，这样的形式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要与上帝的心意相融合相交通。所以外边的很多的这些教会都浮于形式却没有内容所以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呢，总想把人圈拢到他们身边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重视的是人气而不是人所以就说哈利路亚阿们这些乌七八糟的像作秀一样的内容呢，没有生命。所以一对一的就像这个38年的病人和耶稣一对一的见面一样，就像这个妇人和耶稣一对一的接触一样你们不要作秀，要像孩童一样天真单纯
像十二年患血瘤病的妇女一样，他们交过十分之一吗？可能有钱都交到医院手里了，是吧？他们传道过吗？他们所拥有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天真的信心，啊，干净的信心。虽然很小，但是很诚恳的信心。所以，对上帝来说，这就是大的信心。所以呢？所以圣经是这样充满真善美的，啊，充满生命的诗情画意的诗，孔子也好，老子先生也好，啊，圣经呢是真理之中的真理，是啊真善美的至极。所以我奉劝大家一定要去多读，多追求这个生命的话语，啊，不要忘记，要翻开圣经。去读是吧？这样，啊，不懂的地方打电话问，可以在网上问，是吧？李博士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搞不懂，问，然后领悟，再领悟，然后激起生命的火花。这样，病当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医病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你们要得到医病、疾病被医治以上的喜悦，是吧？寻找到真正的生命。좋으신하나님다같이부르시겠습니다生命的亲爱的天父，你用你的大爱眷顾我们，你乐于将你的生命的气息重新吹到我们的身体里，但是我们身体里已经发生了问题，啊，我们不将我们的抉择表现出来的问题。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十二年患血瘤症妇女被医治的内容一样，像三十八年在毕斯大池水边彷徨的那个病人一样，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让我们做出一个毅然的抉择，并用我们的行动，哪怕是一个极甚微的行动表现出来。这样愿主用你的大能靠近我们，然后用你的大能，啊，治疗我们，让我们能够
在心灵上与你沟通。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名求，阿门。이번에제가 DVD 얘기를해가지고 DVD 주문은엄청많은것같아요아这是我참좋은데근데집에서 DVD 만보고차안에서는전혀이제잊어버리실생각인모양인데 DVD 는차안에서는뭐요아여러분차에 DVD 다있는모양이죠차에그차에 MBD, DVD 없으신분은 CD 를해서차안에서도좀들으셔야됩니다자마지막강의가끝났죠중요한광고좀드리겠습니다우리80기가참잘단합이되고정말분위기가좋았던기같아요그렇죠자나가셔서도함께생활하셨던모든분들연락하시고만나시고하기를원하십니까 、네、 예그런요청이들어와서저희가주소록을만들어드릴테니까이종이에다가이름과전화번호와주소이메일예써신분은놔두시고요예안쓰신분들이많이계시니까원하시는분들다쓰시면감사하겠고요예거기쓰고계십니까자쓰시면서광고들어주시기바랍니다예지금참가자분들가족분들방문오신분들식비를좀계산해서우리저뒤에저직원들에게계산을해주셨으면감사하겠고요그리고내일은6시50분에체조가없습니다예6시50분체조가없는데그시간에주무시는게아니고예그시간에일어나셔서짐을싸셔야됩니다자짐을빠진거없이잘싸시는데요제일중요한거는이오대산에모처럼와가지고뉴스타트도했으니까기념으로기념품을챙겨가시는데방키까지챙겨가시는분들이간혹계시거든요예방키챙겨가시는거챙겨가시면안되는뿐만이아니라자여러분들이가시고난다음에직원들의발이아주불이납니다이그냥꽂아놓고가신분들어디다놓고가신지모르신분들이런분들때문에직원들이뭐17층으로9층으로막뛰어올라다니면서그없는방키를찾아야되거든요한분이정확하게체크를하셔가지고저방키를프론트에갖다내주시면되겠습니다그렇게해주실수있겠습니까이제80기는충분히그렇게하실수있으실것같아요그렇죠자직원분들아저저봉사자분들은다인사마치신후에앞으로모여주시면감사하겠고요자아저뒤에보시면은그책판매하던다이에다가여러분들의사진을이름을써가지고올려놨습니다본인사진잘찾아가시고예금강산안내사항도올려주시고요지금쓰고계신거다쓰고올라가시고요자8일이다지나갔습니다너무행복한너무빨리간기간이었었죠자오늘도가셔서마지막날에그행복감을마음껏느끼시고주무시고내일행복한졸업식날웃는얼굴로다시뵙도록하겠습니다안녕히주무십시오